从学习才是我的，什么考试都和我没关系。这是什么？不出我的是考试成绩。哦、oh, ，没有 iPhone， 没有在意透明人的自己。可我已经十六岁，早已见过生活多明媚。不甘心跌入人海，我戴上金色的头盔。这是什么？这可以，那段是啥呀？我看懵了，再看一看呢。什么创始都和我没关系。我第一次看。可我已经十六岁。哎，这个是不是他第一部吻戏？哦，对对对。啊，他跟我说过，但我没看过这部戏。他跟我说不看，别看。